爸爸。来，左边听听，右边不要听，到我这听。今天我玩糖豆人实况组挑战赛。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女版李婷。你没钱拿臭我。好啦，今天来宾是鱼仔。虽然是很开心的玩这个合作模式，但是只要拖人家后腿就会有惩罚，知道吗？可以，反正都是你在拖，我没事。把不反正这好开始了。的的的，这关行吧？可以，那很简单，简单、啊、不行，怎么会不行？哎、欸，最后那个弹弹珠你会弹吗？最后一个，我觉得人太多的话我就不会弹了。可是如果人很少的话，就上得去、哦。可是你上次跟我说你也喜欢弹爸爸的弹珠啊？那是看哪颗弹珠了，我就爸爸只有两颗弹珠，还有哪颗啊？爸爸就那两颗哦。是不是？嗯，我是没看过了。爸爸是我们的爸爸，好不好 ？OK。完蛋！哎、欸，哥哥完蛋了，哥完蛋了，你在最后面了，哭啊！来卡紧你啦！哥哥，有人一直踩我的头。我就是这样被踩笨的，是不是？我踢皮卡丘啊！哑巴、欸！完蛋！哥哥也不行呐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很远，但其实好像也还好。出事啦，阿贝！出事了，哥！我们都要输了，哥！真的要出事了，完了完了！真的要输，真的要输了！不要闹，不要！你有看到我吗？你有看到我影子吗？有啊，我有看到你啊。OK OK。嘿咻，嘿咻，来了！哦，你好前面了。哎，我下去了。电流极其棒，快点！鱼仔卡紧你啦！得劲！哎呦呀！啊，电流极其棒，电的好舒服。你好快哦！我不快，你哥，你哥通常都三个半小时哎、欸。那真的是直接干掉了，那都流汤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先进去，不然哪来名次？鱼仔，快点！再快了，再快了！完了！啊啊，哥哥，等一下，哥。完了完了，噗！我的。完了，扣掉头。完了，扣掉头，上不去。平平的，平平的，很棒很棒很棒！不要跳，不要跳，走走走走。干嘛的？啊，简单了，简单了。耶、yeah! ，有，有，第五名，第六名。哎、欸，这拳都输鱼仔、欸，真的烂的要死哎、欸。哈，真的是真的要自卑了，完蛋完蛋，真的要离开了糖豆人界了。真的是，这关头很晕哎、欸。你小心呀、啊，你小心、啊。会晕船。对我吗？没有。不要对我晕船哦！对我妹晕船干嘛？哭啊！这个伦理是不行的哦。哎，我对我妈晕船算了。反正我们同一个妈生的嘛，不是吗？对。小心小心！哎、欸，怎么会有噔噔的声音？怎么会有噔噔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对啊，他们的那个妈跳舞的。哦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有草莓过来了，要小心。你喜欢吃草莓吗，鱼仔？我喜欢刚洗好的草莓，洗好五分钟就不喜欢。啊？差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软 key 是不是？会软掉啊，对啊，会软掉啊，软掉就不好吃。草莓爛爛的，草莓我也喜欢，我比较喜欢那个种草莓。哇，原来你平常玩这么大、啊。哦，小心小心，哥你没掉下去吧，哥？没事。哎、欸，你会顾虑哥哥的感受哎、欸，李婷，你很棒。啊，鱼仔这种难度，大家顾一下。我哎、欸，我被叫鱼仔，我刚刚有点生气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。你要继承郑希涵是不是？我要不对，就是这比那个你是北巴了还有点难过，你知道吗？这伤害很高。对，你鱼仔哦。我赢了，耶！哦耶！啊，鱼仔不错哦，鱼仔。李婷，你很棒哎。耶！哎，我如果我们一起吃鸡，就不用惩罚，有料吧？太棒了吧！感觉就是简简单单啦、啊。简简单单、啊。这全像一脸麻瓜一样。他们就下去讨论，通通摔下去。麻瓜一样，怎么可能赢我们嘞？会不会有其他玩家在里面？没有啊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有没有显示名字、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被告再说嘛，好，被告再说，言上再说啦、啊、
对不对？延上再说，先延、先赚一波流量再说。对，然后再道歉一波，再赚一波流量。对，到时候要说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发言，这样就 OK 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亚洲鱼仔，对不起。亚洲鱼仔，笑死。亚洲鱼仔，对不起。我真的是对不起哦。你觉得我声音？你觉得声音我跟那个主播有像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有点像哦。鱼仔，我掉下去了，完蛋了！没有，前面还行啊，前面可以掉，好后面才不行。哎呦，不要！啊，前面，左边，各自，向左转，走啊！走快车，把它推下去。收！把那个耳盲耳屎上个皮，上。上耳帽是很强耶，上不出去。前面，左边一点。有，认真了。哦，有掉。走啊！前面会。你们怎么超速啦？白哥，有料，冲啊，鱼仔！哎呀，有料，好猛哦！对不起，我们真的很有料。完了哪天你停消失就被挤了。有两颗球球吗？中间，一颗而已嘛，一颗，一颗，一颗很简单啊。哎，两颗，完蛋了！哎呦，两颗泡泡糖。哦，有人在挂机。哎呦！我真的了。哎，你下去了，你听。哇！鱼仔对不起大家。如果完蛋了！等一下，我把这个人杀出去。你不要害他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不行啦，这一关不上人，我全身难受哎。你小心一点。不行，你哥你哥一日不杀人，全身不自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上，可是我觉得我哥会先下去哎、欸，哥不要闹了哥！哎呀，完蛋了，是你先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完了，鱼仔要惩罚了。好，进行我们的惩罚环节啊，下去。真心话大冒险，选一个。大冒险，好，那我想一下，我们演一出戏，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娇柔的妹妹。然后你要哀求我这个，就是我本人啦。哎，对，你要求我这个，我是你爸爸。你说爸爸，哎，赶紧带我干嘛，好不好？你就塞奶我就可以了。OK。好啊。好 ，Action。已经爸爸，拜托，可不可以带我吃鸡？我想要拿第一名，啊、拜托。吃鸡不行，吃鸡，鸡翅可以。爸爸。啊，带你吃啊。爸爸，拜托啦。那今天的这个实况组挑战赛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我们的鱼仔，谢谢李婷。好，然后如果想看我下次找哪一个实况组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啊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